回家吧。怎么了？哪有老板给员工夹菜的？新员工要照顾。有你这么做老板的吗？我怎么了？你见过我爸亲自送员工下班吗？那怎么一样？我们工作室就两个人，哪有那么分明的阶级关系？当然有，他的直属上司是我，你不能跟他越级交流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要安排他工作，还必须由你转述？没错，你的上司身份只属于我一个人。你哪来那么多歪理啊？这怎么是歪理啊？霍志霄，到底谁才是公司老板？你好无情啊。因为我是你老板。你好了，现在我是你老婆了，说吧，怎么哄你才开心？